生技粉它那个没有发酵过的叫做生技粉，啊，它会污染环境。啊，手的是有经过发酵过，啊，发酵过它会包装，啊，包装它会不会污染环境？是，对对，分两种啊。哦，会让我们的那个土壤它的那个细胞再活化了，所以对我们的农作物一定有营养成分，会加倍数的成长，农民的收获会有多更加多了好几成，对他们生活更多的一层保障啊。会啊，较好啊，多谢啦，好啊。啊，有啦，试看卖，试看好啊，歹啦。啊，来看卖。那其实现在有机肥的状况，农民都还在尝试啊。他们会慢慢感受到效果的时候，就是哎，他们用比较少的成本投入，可是却获得一样的收入，甚至收入更好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口耳相传。所以第一波或者是前期试验阶段，其实是非常重要。那当然，大家会讲说有机肥会不会比较臭？但其实现在基石的部分，只要经过适当的干燥，然后在堆肥场有适当处理之后，其实它的味道是不会出来的。掌握市政三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三分钟，我是林婷。为鼓励农民使用生肥代替化肥，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广情绪粪肥料补助计划，利用情绪粪等有机肥作为基肥，不仅环保对环境友善外，也能够改良土壤，增加地力。台南市酪农产业发达，光是乳牛的养殖就高达20000多头，位居全国第二，更是勤奋饲料青稞玉米的生产重镇。而使用有机肥料所生产的青稞玉米，不仅能够提高乳牛的泌乳量及牛奶的品质，更能维护环境永续发展。因此在这边也要多多鼓励农民朋友可以尝试使用有机肥料，如果有任何的疑问也能够至农会来洽询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盐水来见证这个循环经济的一个好的一个例子，就是用禽畜的粪便，包括乳牛的粪便，来作为青稞玉米的肥料，种出来青稞玉米来喂食乳牛，那提高泌乳量，降低化肥的使用，降低对土壤的伤害。这点我们是希望说，透过科技的进步，能够让这样的一个循环变成对农友也赢，对的农户也赢，对的环境也赢。事实上，农民也减少了这个化学肥料的使用，这样子对于泌乳的产量、牛奶的产量也增加，这样子是好的。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八月二十五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每一冬迎接七夕，台南市为了营造爱情城市的气氛，除了安排四大元老求姻缘以外，阁推出真侪主题景点。其中蓝色图文化园区，就是要推荐给男女朋友约会好所在。位于中西区的南势图文化园区，除了建着特色吸引人、文化创意店家，加上无定期的活动刺激，已经是台南设计好选择，也是男女朋友约会好去处。25号七夕当天，由市府所特别设计晒爱墙装置艺术，也吸引侪侪朋友去上留念，借机会谈情说爱。当然，台南除了给游客食食的口味较甜的印象，也希望在七夕营造甜蜜的爱情城市。其中艺人米可白也趁着来台南宣传的机会，顺耍踅踅，感受台南浪漫甜蜜的气氛。大家好，我是米可白，然后这一次非常开心可以来到台南观光，那也谢谢我们的黄市长带我来台南玩。然后我觉得台南整个氛围都是甜甜的，不只是人情甜、水果甜、饮料甜，让我觉得是充满一种甜甜蜜蜜的一种城市。佮到了七夕的甜蜜时节，因为台南除了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气氛，也更号称是台湾上应景的传统城市，所以有一个男女朋友希望来台南感受和感情加温。像你们特别刚有去哪边，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台南的七夕的气氛，这样？就是在这边有去逛一下，这样。然后台南其实蛮多这种文艺的地方，对不对？然后我觉得蛮适合情侣来这样。
然后虽然我们是朋友，对啊，是这样子，嗯，然后就这样吧。因为补充，然后我去年就七夕，然后很多情侣都会出来，然后这种唯一的地方就很适合那个情侣村。台南市伫七夕当天，除了传统民俗做节会，加上出名的四大元老加持，就希望让有情人伫台南拢机会牵红线，成为一生的伴侣。台南新闻官及张硕伟采访报道。农历七月初七，除了是情人节以外，嘛是七牛妈的生日。台南的传统会伫即天举办做节日会活动，让囡仔正式成为大人，爱负担搁较侪责任。今年文主处配合四环家庭，在黄姓民众的厝内，遵照鼓励举行做十六岁。台南知名的习俗做十六岁，除了庙宇的举办以外，其实传统拢是伫家己的厝内准备相关的科仪。感谢亲娘妈、宝贝小朋友平安大汉。对厝文化局会邀请四个四环家庭来到新农街的主体举办做十六岁，一切遵照鼓励。同时，市长委托叶清祖出席主持，除了要让大家会使了解到传统的文化，也是希望小朋友会使了解到家己未来的责任。传统上，家里怎么做，我们特别请文化局来跟民间合作，找几位这个家庭一起来，让大家让外界可以了解说，哦，原来十六岁，代表孩子成年，家里要张灯结彩，还要挂很多。这个进行很多传统的仪式，那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传统的仪式，其实是充满的古味，但是也充满了时代的意义。但是做十六岁的意义是象征孩子成年要为自己、为家庭，甚至为社会付出一定程度的责任。在家己的厝里举办做十六岁，对家长甲小朋友来讲，拢是一个特别的经验。家长也希望小朋友在接下来的考试，会使得到上好的表现。那希望他在未来的路上可以走得更顺利一点，然后当然目前他们即将面临到的就是明年的考试，那希望他在考试上的成绩能够更上一层楼。希望他其实在十六岁又是在家里的部分去做，在自己的家做十六岁，我觉得其实对他来讲其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那希望他明年在挑战会考的时候，我觉得他可以朝着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学校去做迈进，对，那希望他可以更加油。那在这一年里面，我有看到他的努力跟付出，所以希望今天做了这十六岁的成年礼以后，他可以更进步。我会自己负责，不要太依赖妈妈爸爸，尽量把自己事情都做好，不要让爸爸妈妈担心。会长文化局也邀请国外的 YouTuber 来到现场见证伫厝里做十六岁的习俗。希望让国际的民众也可以更加熟悉台南的传统文化。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除了可以在厝内做十六岁以外，大家族也在宗祠举办大型的科仪。今年四世宗亲会就跟家父基金会合作，联合做十六岁，希望让家父的小朋友感受到传统的关怀和祝福。在民众家中的做十六岁结束了后，接下来就是为伫汉路的四信宗祠举办的大型做十六岁活动。现场热闹的气氛就亲像过去大家族的团体祭典。主办单位也邀请家父基金会的小朋友来参与。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出席，给小朋友祝福。市长也强调，文化局未来会持续来投入，让更多人了解到台南的传统文化。全台湾咱台南去做十六岁，哦，甲延续保存这个鼓励。当然，即摆全台湾大家拢咧过七夕情人节，咱除了过七夕情人节以外，嘛象征咱的囡仔已经大汉啦，当大人会当对家己、对家庭、对社会负起进一步的责任，我想这是值得欢喜的代志。另外呢，总是咱希望延续这个民俗传统，所以咱未来会要求咱的文化局。对着做十六岁这活动吼，会当吼，予搁较济人会当了解其中的意义而且来遵循这个鼓励，我想这是有时代意义，因为咱的法律对着成年的这个定义吼嘛已经有慢慢啊改变啦。咱的这个修宪吼，要十八岁公民权嘛已经即马哩开始进行，所以我想这有重大意义。除了家父基金会的小朋友以外，也有家长为家己的囡仔报名参加，
希望因会使透过这间的活动来祈求未来一切顺利。希望他可以自己更独立，然后完成他自己想要的梦想。有希望未来可以更顺利，对。台南地区的做十六岁已经传承300多年，活动无分男女，只要十六岁就会使报名参加。有的家长也会准备新的衫裤甲金破链来为囡仔祝贺。文化局也邀请民众每年会使踊跃来参加，为囡仔的成长留下特别的回忆。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食到台死老母，扣判无罪案件引起台南市会国民党团对国内毒品泛滥的关心。上午，也即市府警察、卫生甲教育等单位共同召开记者会，面对毒品的包装一直换新，相关单位到底了解偌济？加上马上就要开学啊，议员要求相关单位应该爱加强毒品防治宣导。议会国民党团包括书记长王家珍、议员柯志春、蔡淑辉、李中琴甲蔡玉辉，上午也是警察、教育甲卫生等单位。共同关心毒品防治的问题，议员提出卫生局提供的仿真毒品的包装，内面各式各样拢有，什么喵喵、火狐狸、毒咖啡，甚至方便面甲王来酥的包装嘛有，提供民众了解毒品的各种样貌。这些毒品写作什么款？我们卫生局的同仁，谢谢各位哈，这个制作的样本不是真的。我一定要讲，这真的不是真的，真的不是真的。各位看到了，跳跳糖、小熊软糖这些 ，OK 哈，包括这边毒咖啡包，还有凤梨酥哦，还有红来酥、点心郎，嗯，红子面，还写着台湾土凤梨酥，哦，还是我们台湾人最爱吃的台湾土凤梨酥，都有可能。是毒品的包装，这毒品入侵业力变来变去，含警察局跟变了一个医生，佮不咧做这个范本，讲啊，我出来咧捉一人办，我当几千个，我咧先导这个范本，让家长知，囡仔无讲喵喵，我看我真该讲条件佮无同款，捉者变来变去，因为毒品有利可图，咱真该毒品除罪化，我印象中唔是自己的讲，只要。持有没有5公克，卖50包以上无罪啦。会长国民党团嘛，秀出全国加台南伫个检肃毒品的统计。虽然破案的案件愈来愈增加，毋过查到毒品的数量却哪来哪减少，认为无符合常理。难道我们警方的破案到底是论斤计酬，还是论件计酬？如果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比例下去算。台南市在109年的破获的案子，平均一个案子大概只有0.02公斤。那我就想到说，立法院一直在推这个毒品，除罪的那个状况，是不是说你个人持有多少公克以下可以免罪免罚？面对学校就要开学，议会国民党团要求市府应该建立一套对着时代防治毒品的宣导。亲像仿真的毒品包，因为真侪家长甲小朋友可能拢毋捌看过。毋过目前伫个市府只有卫生局甲教育局有类似的仿真毒品包，建议市府应该多加宣导。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红红花，手头杯。以音乐阅读文字，以乐曲串联生命。透过台南爱读册，欣赏台湾文学，享受听觉带来的阅读飨宴，敬请锁定每晚8:30第三公用频道。农历七夕不止谈情说爱，嘛是开春夜的诞辰，所以市府除了依照古例进行祭典，阁规划相关的文物展示。
其中伫个赤崁楼，都有济济爸母带囝儿去跋杯祭拜，嘛趁着机会祈求考试顺利。开清是五文昌之一，台湾祭祀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其中以赤崁楼文昌家所祭祀的开清上较有代表性。现场除了相关文化典故甲文物等，也准备公明币、金榜、旗号牌等相关的商品象征包装。上午来自邦桥的亲子趁着来台南旅游的机会，也来虔诚拜开星，并且跋杯祈求好公明。来到台南这边观光，然后刚好又碰到那个今天是什么？开心的圣诞，对，然后刚好又是情人节，所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这边求得好的功名，这样子，谢谢。你刚刚有没有拜？特别有什么感受吗？就是很紧张，因为觉得未来还可以再更努力，考上好的大学。是，嗯。你呢？有没有什么愿望跟开心也说的？哦，就希望考试能够顺利，这样。当然有父母为了祈求后生的课文，也特别穿青花、红果甲点心来祭拜。拜水果，拜乖乖，拜用青花，都乖乖。你大刚，每年圣诞拢来遮拜吗？阮是来拜过六届啊，今年才知影讲今仔是伊的生日，所以说今仔日个特别来。每一张台南结合开车祭典甲历史文化，已经成为七夕真有特色的在地活动。文化局今年也将扩大规模，吸引各地济济考生来参拜，嘛，予文昌家香火兴旺。今日新闻，君及张素伟采访报道。北区区公所甲社区大学除了合作推动一公园一樟树的利用行动，伫暑假期间，佮透过树公民的演习，予参加的学生来调查北区将近100丛的树啊，希望唤起大家来关心家己的生态环境。在几位暑假期间，伫北区公所攻读的青年，透过树公民跟实验两礼拜时间，带领30位学生，是伫走访北区各公园。来调查因心目当中一丛完整的树，也希望延续公所甲台南社区大学合作，推动一公园一丛树、种树护树的观念，也让投入的学生拢有深刻的感受。认为树啊，只要种伫对的所在，好好保护，就有机会成为老树。就可能你平常走在路上，你可能也不知道哦，这棵树是什么树。但这次就是可以比较了解树的特征，然后就可以大概认出这棵树是什么。它上面呢、会有一些绳子之类的绑在上面，然后树它长大了，然后那绳子却没有长大，所以它就一直束缚在那树上面。然后它长大了，然后绳子就会把那树枝越勒越紧，然后直到那棵树。就是真的不行了。上午在北区希望公园所举办的成果发表，同时也将资深植物讲师李武昌日前初选的九丛树公民正式公布票选的结果。有最佳人气的面包树，也有生了上水最佳美型的乌棒树，以及度量上大的乌笋木等等，气氛相当的热烈。希望公园赞。这段时间，咱结合着咱诶台南社大，哦，啊，搁有咱诶在地，咱遮诶里长，哦，来针对咱北区有49块里林公园吼，来做一个普查，哦，啊，一个公园吼，拢爱找出正有特色诶植物树啊吼，来做一个标注，啊嘛来介绍互咱诶观众朋友来熟悉。那今仔日呢，嘛正感谢吼，咱有暑期志工，哦，咱有三位少年家吼，来甲咱工作遮服务。啊！伫这段时间内吼，伊来协助着咱公所来做着咱的公园的普查，啊，普查了，今仔成果吼，会伫个遮做一个发表。公所表示，只要你认同一公园一樟树的理念，有心利用社区公园，甚至想要进一步学习树木的养护知识，都欢迎甲公所，或者是台南社区大厦查询。台南新闻，君及张素伟采访报道。目前三重区正当大出的农产是木瓜，所以市府农业局甲区公所特别设计一系列的产业文化活动，其中8月29日的主题活动，除了有食有耍，阁会当抽电动机车，邀请民众前往参加体验。
为了行销三商区目前正着时的木瓜灯笼山，也要让全国民众加深对三商的观光产业和体验。三商公所在8月29日将盛大举办木瓜节产业文化活动，除了品尝社区妈妈所做的木瓜粽、木瓜米粉等上在地风味餐，当然配合上界出名的花园水稻博物馆做花行销。东港除了有汤吃、有汤耍，也還有机会抽到电动机车的好康。我们7点就开始有一个登顶活动，爬198个阶梯，可以到山上净水池看一个比较欧洲式的一个城堡。那9点开始的活动呢，我们现场也有木瓜入菜的一些木瓜米粉、木瓜油饭、木瓜粽子现场也有我们青农跟农友所种植的一些水果。我们木瓜以外呢，我们现在当季也有芭乐，也有香蕉，也有火龙果，也有芒果最重要呢，我们现场也有当在地的企业家提供的一些奖品，像我们洪家腾提供的那个电动机车这个是蛮多的100多种的奖品所以希望呢利用这个暑假将近结束之前呢，我们邀请全国的朋友呢能到山上来参加这个木瓜节畅游我们山上一些景点。虽然防疫期间，不过因为三商区丰富的农特产品无售，真正可惜。水市府乱叫配合公所，积极推动农业经济甲观光的产业，希望共同来带动在地人气甲买气。台南新闻官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晴天，中昼过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几率30%，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8月25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泉，咱再会。